嘉义县山区在昨天下午下暴雨，竹崎乡竹崎清水公园旁的牛稠溪暴涨，有一名32岁的男钓客受困在溪中的大石被滚滚泥流包围。嘉义县消防局搜救人员冒险溯溪抢救，在晚间7:24顺利救出男子。嘉义县竹崎乡牛稠溪星期五傍晚溪水湍急，一名身穿红色衣服的男子受困在大石头上，进退不得。嘉义县山区昨天下午3点多下起暴雨，码头山侧站5个小时的累积雨量就超过100毫米。这名32岁的男钓客走避不及，受困在大石头上。嘉义县消防局在下午6:17接获报案，立刻派遣6个消防分队前往救援。现场有男性1名，32岁，不慎受困在溪流当中，人员即刻以包绳带。以渡河的方式接触患者，接救人员并安全护其送岸。待救人员表示身体并无大碍，拒绝送医，后续交由民警处理。溪水湍急，搜救人员以抛绳枪将救生衣抛给受困男子，一名搜救人员溯溪抱住他，岸上的搜救人员合力拉绳索，将两人拉上岸。原本我想说在那边只是等水比较小就再走，然后后来刚好就对面有人看到，就顺便先帮我抱了。男子脱困后惊魂未定，所幸没有受伤，并未就医。嘉义消防局提醒，梅雨季节期间不要接近危险河域以及溪流，以避免发生事故。记者林伟婷、沙燕琪、吴其昌综合报道。